哇，你看他们的整个这块儿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全是他们干出来的，太棒了，挺吓人的。嗨，嗨，嗨，五分钟的事儿，哎，简简单单嘛。哎呀，我觉得不是，就是那个，剩下两间就可以先别铺瓷砖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。如果要是说他们嫌弃的是土的地面有很多种方式，瓷砖是最通俗的方式，装修是个多复杂的工程，非常复杂，你特别简单，你比方说你家里面要装修，瓦工、电工谁先进场啊？谁后进场啊？主要不太了解。对，你们现在你们干的这个瓦工的这活，你现在干的是瓦工的活。对啊，要跳我还是觉得，就是我可能是一个对环境要求比较高的人。那滩的水和水后面的那滩的垃圾。下次来绝对不能再有了，就是那堆垃圾，正好下次不来。